SBL 选秀会即将登上，32位新人力争上游，想要挑战台湾篮球最高殿堂。其中，来自高雄师范大学的郭昭南，104学年度 UBA， 平均能缴出11.5分、4.8篮板成绩单。目前也跟着台湾啤酒篮球队练球，准备要在9月1号即将登场的 SBL 夏季联赛大展身手。UBA 结束的时候，就是有停一阵子，然后刚来这边其实就慢慢在调整自己，到现在也是啊，就是。找回是在球场的感觉。出身清寒家庭的郭昭南，爸爸从小就因病过世，妈妈成为唯一的经济支柱。为了帮忙亲人分担家计，郭昭南这次参加选秀，不只要证明自己的实力，更是为了家庭着想。而且妈妈那时候就是去应征那个高尔夫球的杆地啊，其实那个蛮辛苦的，就是可能天还没亮，然后就可能要去那边准备上班。我看他上班是就很辛苦。啊，一个人要抚养三个小孩，所以才会想说那么想要快一点出来赚钱，然后替妈妈分担家计。尽管选秀会还没有开始，但郭昭南早就做好未来的经济规划，更可以看得出他的一片孝心。我当然是以妈妈为重啊，因为毕竟其实从小到大，他是从那么小，然后培养到我现在这样。其实我有今天，其实他给了我很多资源什么的，对啊，做人家子女应该要就是要做的事情，对啊，对啊，毕竟自己妈妈也只有一个，对啊。带着家人的关爱，郭昭南参加 SBO 选秀，无论最后结果如何，这份感恩的心都值得大家掌声鼓励。外媒新闻采访报道。